什么样的举动看起来平常，实际危险万分？什么样的举动看起来简单，却能够救你一命？阿文的今日话题：出门在外的安全策略。杯子报警器，反正也不太敢拿来喝，为什么不把酒店里的玻璃杯或陶瓷杯套在门把手上呢？只要半夜有人试图开门，杯子就会哐叽一声砸向地面，就算叫不醒你，也会吓坏对方。离线地图 APP， 手机导航虽好，但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地方网不好。这时候，一个能够离线导航的 APP 就是带你走向目的地的希望之一。携带假钱包，不幸遭遇打劫时，你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当然，最希望自己今天带出门的是个假钱包咯。没错，随身带个钱包，装少量钱和一些不重要的卡是个好办法。安全楼层，楼层不太高的小酒店，住哪一层最安全呢？安全专家乔纳森·班克罗夫特说，不要住一层，小偷最方便的行窃楼层就是一层，也不要住五层以上。发生火灾时，二三四层的客人逃生几率才大。小声说话，控制不住大声喧哗的冲动，你可能面临什么样冲动的惩罚呢？那就是个人信息泄露。 check in 向前台提供姓名、手机号、房间号之类信息的时候，尽量小声一点，甚至可以用手写的，毕竟隔墙有耳啊。门内有人，通过猫眼只有屋内看得清楚屋外吗？非也，屋外也可以摸清楚屋内是否有人。如果房里亮着灯，通过猫眼就能够看到室外的光，这时候你再靠近猫眼，房间外的坏人就会发现光被挡住了，从而推测房间里有人。小宝们，出去玩的时候你遭遇过紧急事件吗？留言评论吧。